他们全部会把东西给我吃，好吧，那就给你吧。那么晚上把东西给他们，那么晚上把东西给我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了。 他头上有孔雀毛的，穿着金黄色的那个披肩，一看呢就是哦，他就是皮卡谁的，就是追着他追。那么，他们是皮卡救了救命的，然后就是我不要那个黄色披肩，我不要你的那个孔雀毛，不要你的笛子，所以这个地方，后来就皮卡来了就救他了，把那个孔雀。 把那个给西，把摩萨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圣人就说了，表示说这个地方力量很大。如果要是要来人，待会儿不要来这个地方，要来这个地方的话，你看到了说明的对吧？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，你看到盔甲的那个笛子啊，那披肩呢，还有那孔雀毛。 那就是说，变成了一个呢，就是说，乞丐这样的在徘徊唱诵圣名。那表示什么？就是说，一定要跟国民大帝的神智奉献者一起呢，良医唱诵帕利克纳，就是做文达文的帕利克纳，就忘记所有物质的东西，不要来，想享受物质的生死，可以不要来这里。 如果你想切除圣洁，就要赶快来，这是黄意思，知道吗？他就不。